你怕一个，但枪兵嘛，该工地下，我来怕人呀。王财威，看起来刚误会还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司这里做，人家孙公子讲哦，先回来再这个打算。不要紧，英雄不讲安全亏，但行动的来去，以后再做打算。秦回转，给我来去。 我咧讲，如果讲小的时候，其实真歹收兵的好耶。大哥，你嘛有哦？我刚才我这头扎N95的咧，我四万块，啊你若我明早N95的，你再报名我，我想报名我得当房主啊。真的吗？你两个好啊嘞！红袖红绿，我看到你，你那跳的，你那弹的都落来了。 红袖子表来时，一个灰色兵帽，红军的来临了。来的兵帽，开伞，挥刺。